今日你们十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，至于是谁能活到最后，就凭各位的本事了。国情不主道。凡是他做主办的喜事，必定要在负心汉的亲友中邀请十个人来做客。今日你们十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，至于是谁能活到最后，就凭各位的本事了。那各位少侠，期待你们的表现了。你们当中只能活一个人。住手！你们疯了吗？上他，打他！这挺有意思。要不然你就没命了。徐大鬼，我真佩服你们这些聪明人啊！就冲那个狗咬狗的精彩，哎，老子就愿意陪你走一辈子，做你的小跟班。住手啊，兄弟们！哎呀，哎，别打了！大点劲儿，快！哎呀，打死他！师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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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好得很呐！这武戏看多了，还真没什么机会看这种兄弟情深的文戏。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！你别说，今儿这个幸存者，我看着还算顺眼。名门正派中，也不全是孬物种。还有两个人。阿旭，你别走那么快嘛，等等我。离我远点，老子还想多活几年。你放心吧，虽然天下攘攘，皆为此物奔忙，但若真有人拿着它在他们眼前晃荡，这些蠢人未必认得。岂不闻藏匿一吊钱最好的办法便是把它藏进钱箱。哎，阿旭。阿旭，你怎么又走了？你别摆着脸呢，我只是说说而已。我来问你，这个怎么卖啊？十两。九爪银狐，风不至。阿旭，这些怎么样？都不怎么样。你选一个吧。你不是不喜欢我带着这牢石子吗？你帮我选一个，我便换了它。他是故意引人注目。阿旭，哎，阿旭，
去哪儿啊？事情都办妥了吗？是主人，幸不辱命，没有任何人发觉。好，戏台子已经搭好，且看天窗、毒蝎、五狐盟、江湖杂鱼同台竞技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好生期待呀、啊！来，姑娘，看看这个布，哟，这差好多吧？会特别衬你。是啊。啊，主人就会为难我，让我找机会混入岳阳派。我怎么混啊？卖身为奴吗？姑娘这般花容月貌，气宇不凡，哪里像伺候人的丫头？一个破岳阳派，防卫的比皇宫还严。主人要是来到岳阳，我得怎么跟他交代呀？各位老少爷们、太太小姐们，您还想听什么曲子？您吱声，我们给您唱。给哥几个表演曲。哎呦，这位少爷，不知道你想听什么曲子？我们会的很多啊。那就唱一首《十八摸吧》。好，十八摸，这个好啊。不会唱啊？您再换一个曲子。小云，我可以教他唱啊。少爷，学会了，给爷们几个唱一曲。哎，这银子就是你们的了啊！要不给您唱首《杨柳枝》吧？闺女，少爷，少爷，啊，他不会唱，我倒是会唱呀。我若唱了，那银子是不是归我呀？啊！姑娘若是肯唱，我这银子再加一倍，加一倍。这个给你，替姑娘我拉一曲。闺女，走走走，紧敲鼓来慢打锣，听姑娘我给你们唱一首十八摸，伸手先摸头发丝，乌云飞过半边天，伸手再摸脸前边，臭丫头，找死！我想请你吃饭。这小子打什么主意？哼！哟，你家白菜被猪拱了呀？啊？你跟高盟主很熟？啊，不敢当，是家师和高盟主关系特别好，乃是知己之交，两边常来常往的，所以我们就都很熟了。啊，好厉害呀！我叫顾香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来，我们喝一杯。啊，来喝，来。九夷宾夕并盈，灵芝来兮如云，飘飘兮若流风之飞雪。姑娘，您这个箱子委实佳妙啊！你怎么这么好钓文啊？我知道有一个人，他一定跟你聊得来。当真？当然，他也很好吃，也很好咬文嚼字。我看未必。啊！快来快来，坐坐坐。
这位呢是清风剑派的曹卫宁，岳阳派的座上宾呢。故乡姑娘，这位是？啊，这是我家主人。你是丫头啊？怎么了？瞧不起丫头啊？不不不，丫头丫头，我之前还以为你是哪位武林前辈的徒儿，或者是贵人家的千金呢。我还担心。担心什么？啊，我没事。我管你是清风剑派还是中风剑派。你和我们家阿香很熟吗？啊，不熟不熟，我们刚认识的。公子，我们一起。既然不熟，那他的熟人来了，就请您行个方便，圆润的走远点。啊，实在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我看你谈吐衣着也不俗，怎么还吃霸王餐呢？啊，没钱还笔墨回报。敢问你是哪里的名家呀？嘘，小二跟你小点声。喂，怎么你没带钱啊？不，少爷，没钱还请人吃饭，这不太合适吧？不要紧，我这里有。哪有让姑娘付账的道理？这位公子的账我结了。阿旭，荷包。你的荷包呢？哎，终日打雁，终被雁啄了眼。头先在街上，我见到一位俊秀的书生，他与我擦肩而过，还冲我笑了笑。谁知道清本佳人奈何做贼呀？哎，是不是一个穿青色学士服、丹凤眼、皮肤白皙的书生？我在书画摊子前见过他，还和他聊了两句。一定是他把我的荷包摸走的。你也会着了方不知的道？方不知，贼祖宗方不知，我知道了，就是他偷的我荷包。哎，我这样一个善良柔弱的书生，初次行走江湖，难免吃些暗亏，无妨无妨。阿旭，把你的荷包给我。不给。咱们什么关系让我替你买单？主人，他谁呀？别管他，我有钱。阿香，不该你管的事少掺和。你是，哎呀，你是，怎么样？你家主人眼光毒吧？我早就说过，他绝非凡品。说对，爪子收回去。哎，阿雪，怎么我一碰你，你就要打要杀的？他摸你，你就任他摸？你要是个娇俏的姑娘，你也可以。哎，各位爷，您能不能先把账付了？然后啊，你爱摸谁摸谁，你爱怎么摸怎么摸，好不好？阿雪，荷包。哟，想不到我们阿旭还是个小富翁呢。借钱是要有利息的，一日一厘。主人，不用他了，我们自己有钱。还不上，就拿这丫头抵账。阿香，你再把爪子伸出来，我保证你不但有钱，还会有难。嗯。谢爷盛会，小的马上找灵给您。哎，不必找了，把你们这儿最好的酒席整置一桌上来。这位公子爷阔绰得很，断不会打那笔墨回报的主意。好嘞，雅座有请。这世界很酷。